好，我们这个24部不相信刑法，我们按顺序一个一个来。如果前面没有听懂的话，不要着急，你可以多听几遍，然后呢，接着后边慢慢你们就理解了。这一讲呢，我们专门讲一个心不相信刑法的第一个德。德就是得到的意思。好，这个笔在我手里，我说我得到了这个笔，这个就是意识捏造的。其实我的手有没有得到这支笔？你仔细想，根本就没有。他只是说，我们心理上认为我得到了这个德呢，是实际上它还有一层含义叫从属关系。这个笔放在黑板上，黑板有没有得到这支笔？把这个放到我的手上，手有没有得到这个笔？但是这个意识就说我得到了这支笔。如果意识是个东西的话，意识有没有得到这个笔？其实没有。我们下面讲无我无我，实际上就是讲我们主观上认为说一个东西被我得到了。当我们认识到这个德是个假法的时候，实际上会帮助我们体认到在这个人世间什么都得不到的，一切都是缘起，因缘际会。所以这个德是心不相应刑法当中的一个